气喘板拉了，是我妈60年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哦。在这里等一下我老爸，粮食啊。我妈确实是去过外地，她去过河南的洛阳，但是那次是我哥出了车祸，她两个眼睛含着眼泪去的，去伺候我哥的，在医院里面。等一下，我给我妈拍一下，她要发朋友圈。老年人出门旅游的三件套之一啊，拍照发朋友圈，然后都是给红灯笼子了，老舅就拍。我们四个人拿了两个行李箱来办托运，给放在车上，对吧？这个啊，挺好。两个老人家坐飞机紧张，我爸坐过一次还好。别看我爸年纪大，他还坐过一次飞机。别看这老太太这么洋气的，连他飞机都没坐过，怕自己晕机，然后买了晕车药，然后刚刚吃了两颗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准备要登机了，你看着时间来接我们啊、哦。你们别饿着，你在机场吃一点嘛，牛肉面、兰州拉面什么的。前面的时候我问爸妈饿不饿，他们说那就吃点，然后我带他们去牛肉面那里，他看了一份牛肉面32，他就又说不饿了，他又不点，死活不点，又说不饿又不吃了。要在恭喜要这个非洲公啊啥，他好像心上特别特别特别的经常的很。朋友们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，就是我妈说血压高，他又第一次坐飞机，之前没坐过，不知道晕不晕。之前写的好紧张，心态放平啊，吃俩搓第二次的样子，吃累了就好了，跟吃累的我就过过。好过分紧张，紧张的话不然不混到红铁了，紧张过哈。再帮老爸记得买个打火机啊、哦，他的打火机被没收了。忍气吧，自己好一劲啊，挺好的。妈，这好紧张，放平心态，这些不舒服就有点小。刚才问了一下空姐，我妈的话血压太高，还是建议做，但是现在已经进来了。哎，怪我前面没有做好攻略，但是她今天早上吃了降压药，所以现在只能坐上来。空姐说，如果有什么不舒服，就及时的跟他们说。那我要多操一点心。23年，写今天的日期吗？对，刚刚填了一份。风险告知确认书，希望没什么问题啊，安全落地。准时落地，老罗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，我们在这里拿行李。来的时候各个羽绒服，现在热的穿不了了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一个也来了。不知道谁的福袋落在我的行李箱上了，莫名就捡到了。哎，好运连连哦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小骡子已经接到我们了，很难得哦。啊，这两位给请你过来帮了好不好？两只捡了那个。老妈说她安安稳稳的开个单行李，安几天啊？热的的，你就不想回去？我跟你说，你车停在哪里啊？车停在那边。哦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那你拿了啊、哦。好。这都在正面给走嘞，嗯。给谁惹的哈？这些金不行啊，强。好，走吧。又变帅了吗，小伙子？你在甘肃穿着貂，我在版纳搂着腰。就上车，这错下条。我们先回房子里去休息一下，太热了，换个衣服吧。哎呀，我带我爸妈现在已经到我老公租的房子这里了。来来来，什么我都先不说，你给我进来来。姐妹们，你就说这样的老公还能不能要了？我给他买的锅锅灶灶的，我想着他在这里吃不惯，自己做一点。哦好，拆都没拆，我爸刚拆出来，他把锅饼给安上去。你说你，哎呦，懒死！你看到没？来，你看到没？来，全是给老爸老妈买的。是。人还没到，菜先准备好啊。那有什么用嘞？你水果先准备好，晚饭就在家里做着吃。哦，看来也只能我跟我妈来煮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饿肚子，你看又瘦了。我来。把这个锅掏出来煲个汤吧，今天我看有排骨，排骨跟那个胡萝卜煲个汤。那腊肉怎么寄过来的就含怎么放着。姐妹们，咱就说你们家的是不是我这个同款，
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那简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啊。这老爸老妈也是过来玩一下，不长期待着，这我们要全部走了，就你一个人，到时候你在这里不无聊死啊？我都能想象得出来，他一个孤家寡人的一个老男人，天天点外卖，吃完那个外卖盒也不收啊，然后脚耷拉在那个茶几上，屁股坐在沙发上啊，这画面浮现在了眼前，能想象到无聊至极的生活。买的新锅用都没用一次，我先来开一下锅，然后今天中午算是在这里煮第一餐饭吧。这次出门的时候三十多分钟，他真的是上海的优质饭店没开过。昨天的时候那个人吃的吃过去的干了，必吃的嘞，免吃哦。朋友们熟悉吧？怎么寄过来的就怎么含在这儿。今天给他炒一块腊肉。哎，就你们来了，也确实才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，是不是有家的感觉了？房子是别人的，生活是自己的，你要搞起来。搞点腊肉，搞点腊肠。腊肉我已经在煮了。这腊肉，好香啊！我也好久没吃腊肉了。好香啊，闻到味道了。我妈的拿手好菜，土豆丝。好了，出锅，我来再炒一个豌豆苗就可以吃了。哎，老罗，吃饭啦！吃饭喽，吃饭。吃饭吃饭，我买那么多菜，你就做了这三个，够了，我们这么几个人。你果然是不把老爸老妈当外人、啊、一来是传承梅芳的手艺啊，在湖南锻炼的英勇，二来要传承我们湖南的特产腊肉。在云南吃腊肉，你也尝尝老妈的手艺，土豆丝。啊，土豆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哇，这个土豆丝绝了，老妈今天用心炒的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好吃的，加上的，好吃的很，好吃很，这还能吃着，我们要这能吃着。